never meet your heroes? Well, I did. And it was awesome. The Avengers were everything I imagined. Hello, San Francisco! Thor, Tony, check it out. At once. Try to keep up.你说在等吗？是，当然了，我就是想让你跟上。哦，这下可真是有意思。我们速战速决。不用你说，左耳，麻烦你在桥上清除一条路。好。快！这里聚集了二十名极中分子，我们需要支援。 你们那边情况怎样？凡人受困，劫很多拿着枪的愤怒小人。我刚刚救下了公交车。也许我早饭应该多吃点的。索尔，谢谢你的帮助，有平民被困在那些障碍物后面。明白，待在我身后。 来搞定他们。我们支援你，索尔。这下有趣了。索尔，我们的对手是谁？没有做自我介绍。等一下，那些枪是神盾局的配置。我把希尔指挥官接进来。 队长，他们挑选今天是有原因的，我同意不留私，我会留在奇美拉号上，直到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啊！帮帮我，救命！你受伤了吗？没，只是卡住了。你很走运。 我力气很大，谢了，索尔。快去避难！索尔，谢谢你。趴下，支援就快到了。 真古典，战斗还没完，斯塔克。
刚刚确认了，桥上的车牌号和今早被盗的神盾局车队车辆吻合。是福瑞发过来的我从来不读的早报吗？拜托，托尼，那些很重要。好吧，随便了。脉冲火箭，还真得感谢福瑞把我最好的设备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导弹会对桥造成巨大的伤害。我知道那些该死的导弹是我造的。队长，我们要保护好泰瑞跟水晶，如果那东西被打中的话。交给我，阿尔顿博士正在前往反应室的路上。是哪个二流电影龙套打了我？复仇者们，车队运输的是神盾局机密原型，福瑞正在追踪全部货物。希尔，猫怎么样了？告诉福瑞，我很喜欢被我自己的武器打中的感觉。我会随时给你更新状况。还有，故宫很好。原来你听到了那一句。感觉我们落后一步，敌人还有其他的阴谋。相当顺利，我只希望这些家伙没有当我没说，他们还真的有脉冲坦克。队长，飞船还没准备好起飞，怎么动起来了？不知道是谁启动了这里的安全措施，西梅拉号的自动驾驶系统接管了。你需要支援，我们这就返回。不用，守住大桥，别让那些武器进入城市。收到，上吧，布鲁斯。好，我这边有些讨厌的飞虫。那些小虫子很讨人厌吧？
交给我。阻止，大桥就要倒了。加快速度，大块头，桥梁快撑不住了。绿色大家伙去哪儿了？我看到他了，浩克，昆士喷气机要降落了。浩克重击。我的天！都太危险了，斯帕克。哎，那些武器原本是要给好人用的。你是在开玩笑吗？都认真点，现在不是时候。队长，那边出什么事了？不确定，纳塔，反应堆看起来好像故障了，监视器上显示的读数很奇怪，海湾里有个热能信号在拖下飞船。纳塔，他会摧毁整座城市。重复一遍，队长，我听不太清楚。纳塔，能听到吗？全体人员出击！西梅拉号正在遭到攻击，疏散平民。有报告了。史蒂夫，听得到吗？纳塔，纳塔，哈尔顿，你在吗？呼吸被切断了。队长，我们有个麻烦。我知道，博士，他们正在试图劫持西美拉号。博士，我从没见过这样子的毒素。我会尽快联系你。
个情况？反应堆没办法稳定下来，泰瑞根的分子结构正在分解成气体，地下有什么东西正在给反应堆提供能量，真是太不寻常了。打他！博士，我回头联系你。没法再承受更多的攻击了，我在试着我。塔尔顿，塔尔顿，复仇者，能听得到吗？外头怎么了？复仇者，报告。领袖，复仇者们，如果你们听得到，车队运输的是一颗极其致命的声波干扰炸弹，敌人应该打算要在城市里面引爆它。我们在坠落。重复，一颗声波干扰炸弹，立刻把炸弹抢回来。你在逗我？我以为联合国早就把那些禁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真是华丽的登场。16公里内的所有东西。好吧，我们还在等什么？霍尼，索尔，连锁要断了。上一次见面之后，我又学会了一些新的招式。真的吗？教你一招新的，就是让你满地找牙。桥梁基座已安全。同志们，我这里受到了不正常的地震毒素。托尼，卡车。好吧。想承担这个？这个家伙交给我。知道吗？我就是希望对上你。真好笑，我却从来没考虑过你。来试试看呢。啊！别装了，我打的越多，你学的越多，对吧？
要是这也是反应能力，这叫食人牙慧。大桥已经安全了，地震越来越严重了，整个西海岸。我们的队长输定了。别插嘴，没有他根本防然无助。把引爆器交出来，我说不定还可以考虑不把你踢下桥。在拼凑线索吗？你要放弃了吗？不可能。所以调查出什么了吗？你不是幕后主使，这怕是声东击西，不跟你说废话了。懦夫，怎么了？不喜欢惊喜吗？下次呢，把笔记做好点儿。你早预见自己失败了，嗯？你以为你们赢了吗？你到底想说什么？看看周围，罗曼诺夫，世界会记得这一天的，英雄们令他们失望的一天。这里发生了什么？城市正在坍塌。该死，我们被耍了。史蒂夫听得到吗？快离开那地方。贝塔。5 years ago, the Avengers paraded untested technology, causing damage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Our beloved Captain America was killed during the attempted theft of this technology. Thousands of other innocent people died, and many more still bear the scars of w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A-Day. Hundreds fell sick, encased in strange cocoons, only to emerge with dangerous, otherworldly powers.
With no known cure, the disease has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while both S.H.I.E.L.D. and the Avengers promised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it was Dr. Banner's testimony that brought about the end of an era. You so-called heroes transformed San Francisco into an infectious, gas-filled quarantine zone. You unleashed disease-powerful beings that wreak havoc throughout our nation. Many still lay dormant, unidentified. So I ask you again, Dr. Banner, do the Avengers pose a danger to society? Yes. Their activities outlawed, the once mighty heroes disbanded. But out of tragedy is born hope. After the government liquidation of Stark Industries, Dr. George Tarleton, himself a victim of A-Day and founder of Advanced Idea Mechanics, thinks science is the solution to our nation's problems. I wish I knew what happened to Captain Rogers that day. But I was nowhere near the reactor room. I don't have those answers, but I can promise you this. I will use this second chance to make you safe. AIM will find a cure for the inhuman disease.